伊利莎白医院咁就有一位长期病患嘅病人啦，咁佢系女病人嚟嘅，咁就71岁，咁佢喺7月29号，即是前晚，咁当时咧佢就头晕啦，咁就入咗伊利莎白医院内科嘅病房，咁入院时咧其实佢嘅情况系稳定，冇发烧，亦都冇感染嘅病征。 咁直至咧，琴日下昼咧，佢就都系多咗唔舒服，咁所以咧，我就将佢转咗去监察病房嗰度，咁琴晚咧就初步确诊。 咁醫院咧已經進行咗即係接觸追蹤，咁當中咧有10名病人咧係因為喺同一個病格，所以會列為密切接觸啦，咁就會安排即係檢疫。咁病房嘅醫護人員咧都有合適嘅保護裝備，亦都冇喺病格進行一啲高風險嘅程序啦，咁所以咧醫護人員咧就冇被列為密切接觸嘅。 咁另外都想澄清翻咧一啲即係傳媒嘅報道啦。咁伊利莎白醫院咧，暫時係冇計劃要求所有病人咧必須喺入院前咧要進行即係檢測，並且咧話要求有結果之後先會入院嘅。咁醫院而家咧其實係做緊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，咁加強咗病人入院嘅病毒篩查啦。咁但係會根據翻病人本身風險因素，譬如好似有冇病。 病徵啊，佢居住地點啊，同埋佢職業，咁嚟評估翻咧，即係嗰個風險，而需唔需要進行2019年冠狀病毒嗰個測試嘅。